老板，你找我啊？小王把我车子开上来去啊！车在哪？在你家。停我家干嘛？咱楼下不有停车场吗？方便过户给你啊。不好吧，老板？知道不好你还问？这停车场让你给我开上来。开到哪儿？开到这儿啊！我方便直接上去了。开不上来，老板，这三楼。知道开不上来你还问？开到哪儿？开到大门口，开到哪儿？哦，好。哎，我来厨房买包卫生巾啊。去哪买？方便了吧？你去北京吧。这么远？咱楼下不有超市吗？知道你还问？你动动脑子好吗？哦，好。老板买来了。啊。你怎么不用？等会儿。我都买来了，你等啥？我等我失血过多。啊？你能不能有点情商？你年轻人说话能不能动动脑子呀？啊？哎，你别笑。我这。哦。啊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嗯。我给你垫上。